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秦施，我是一个好的律师。都查到什么了？不只为了打赢官司。您对于法律方面好像不是很了解，请问你，杨华他违反的是哪一条？我还要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公平。听说你已经结婚了，什么时候成已婚人士了？有必要撒这个谎吗？你想到成熟的工作吗？当然想。那就必须是已婚，那对我来说不公平。所以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。从我通知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，所有的资料都在资料库，你不会连翻看资料的时间都没有吧？吴律师不要笑，这家律所不是你靠关系就能留下来的，好吗？想办法把我付给我前夫的1200万找回来。您这是在劝说我们欺骗客户吗？赵小姐，你这样提，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为是对我们的一次试探？比起聪明人，我更喜欢有原则的人。合作愉快。你是一个律师，一会儿帮人买咖啡、订机票、买蛋糕的，你干过一件正事吗？那就两份汉堡套餐，一杯咖啡，行不行？嗯，我也没吃，那我也一份套餐吧。赶紧下单吧，我听说那家店特别火，排队都得排半个小时。恭喜你啊，秦律师，行吧。成语会对待单身女律师的不公平待遇会改变的。为什么你要娶我做你丈夫啊？老公，吃饭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我好饿呀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老公给我拿的吃的真好吃。我需要结婚，请你做我的丈夫。我要离婚。没有必要吧，哥哥。哎，大哥，来帮个忙。就这样让我看着你甜蜜到底。你现在可以去换衣服，陪我去老板家了。我好像没有答应你的要求。晚安，宝贝。哎呀，这个情诗啊，说起来真浪漫。不过每天都想听到呢，把它设置为手机铃声好吗？把你的手给我。完美，结婚吧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这么一个清心寡欲、想要孤独终老的人，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？秦律师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让我做你男朋友吗？